今天真的很開心，哇，天真的很漂亮，不用戴黑超啊。我就要了。是一個傳統來的，年年他生日我都來，年年阿 Kit 姐生日呢阿 Prudence 都會來跟我來這裡玩一天的，是吧？是的。那上次呢是2016年三年了，老出血之後就冇渣啦。係啊，咁我都點化俾你聽。好咗三年。係啊，咁我都點化俾你聽。我都點化俾你聽。好翻曬啦。好翻啦，好彩。係啊。咁啊，又點唱下咁啊？依首歌咧就係阿 Kitty 點俾去瑞士一位在病中嘅朋友嚇。咁啊 ，Kitty 有幾句説話係咪啊？咁啊，同你朋友講嘅。呢度啊 ，Kitty。我瑞士嗰個好朋友叫做Prudence， 咁佢突然之間咧就話俾我聽，佢個腦要開手術轉兩個窿，咁我都好唔開心。咁我昨晚同佢傾電話，我話你有咩歌要聽，我點俾你聽，你今晚上網聽翻啦。咁我就點一隻叫朋友俾佢聽，希望佢堅強啲撐住，因為佢。個窿啊，轉個腦轉兩個窿，去啲淤血，跟住再 scan 個醫生話佢入面仲有淤血未行清，咁我覺得佢好慘，佢係我喺瑞士嘅最好朋友嚟嘅，希望佢大步攬過，今晚聽到，加油啊！祝佢早日康復啦，係啊！多謝啊！朋友啊！分担总不分我。
多謝你。